杀这俩人很轻松啊，感觉。中期的这种亡命团打的太多了，这边阿尔法三文也要打一波亡命团，看看 BT 二。这白塔里打的，感觉打的很轻松。劝架之后呢，就杀这俩人。BT 二撞过来了 ，BT 二选择直接扎一个北边的弱侧。想来这边打一架，但是没想到有四个，哦，有三个猛男，三个 A 七大猛男。但是这一波恐怖，最恐怖的是 DIS 还在决赛圈，我的发，他打完这把得七十分了吧？完了，锁定晋级了 DIS。这雷嘣，大家反而打出了一种啊，这雷新的感觉啊，嗯，六啊啊，互动互动，开始互动，是的，开始互动了，卡里略。